来呢。啊，你若讲娶这款新妇，你真正我唔知要安怎讲啦。自从伊嫁入来，我感觉阮家拢无彩呢。啊，是咧哭哦。清早八早，你即马来徛咧遮咧哭，穿到这只哪吒啦，是咧哪吒，我看到想要吐。阿母，你卖生气啦。你是啊，你是外口唱歌的哦。我是唱好你。你即马嫁来阮家是叫你来唱歌的哦。即马几点嘛？我即马起床，连一个早顿都无搞准备。你看娶娶个这款新妇，那是一撩人呐！我唔知是咩讲啥。你若这搞唱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马在外口赚，你咪空囝甲你饲，你嘛赚一寡来饲我咧。那你看你大家安尼三比八啦，啊，食到这啥？自从伊嫁来，我就感觉喂，无礼貌。我是为为隔壁行过，我就知咧。他就是三比八，去顶个看。肥滋滋啊！我讲安那肥嘛无心不肥，阿母，光恁台内饲得好啦，光到阮家来，阿母叫啥啦？阿母你莫生气啦，你莫生气，我得肥底，我嘛无食介济，是无介济，自从伊嫁入来，我感觉阮家拢无菜呢，我逐天拢食无饱呢。啊，我即马讲遮久，感觉无一只鸭头坐哦。哦哦，好好好。虽然哈，阿母你真了哦，恁后生若讲娶了这款新妇，你真正我唔知要安怎讲啦。阿母有够衰啦！阿母来啦，讲一行做一行啦。阿母你坐坐咧，卡边啊，你免搞用啦。用我的，别咧欺负你。来，啊，你敢唔知我真瘦？你提到这顶翘翘，我脚掌会疼，你知唔？是无碰伊哦。阿母，咱家敢那剩几条尔啦？就是娶你拢瘦你啦。气死啊！你生气啊！阿母啊，骂人嘛是会嘴大，阿笨娘啦！你不要碰我的肩膀！我有洗过手。不要碰我的肩膀！去胖掉啊你！啊，嘴大干你死！谁来谁来？啊！自从伊嫁入来，我讲话唔捌温柔过啦。我咧话讲吼，真正会烧声。阿母来，真正是。安怎啦？这小你即马是要甲我烫我死呀？这小你敢碰我呢？哦，好，阿母，我换一杯。切盘子啊，冷的啦。好，来。你看这这小，够人啉这小的茶。阿母，来这。气死！这个就袂啊。好。我咧。你唔知我嘴齿敏感？你提到这冷，你当作恁做嘛？我明仔载还要来呢。啊！我还在。阿母，你不是？你当作我刚来吃呀？今天你来拍你钱，我跟你讲，我唔知你讲啥啦。我跟你讲，你真唔知恁做嘛的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初是嫁翁的时阵吼，你太骗人，你一嫁过来哦，规天把我关在房间的，你骗人，唔爱是生过囝的啦。真正，伊呾规个，我以前吼是安尼听着，听着，阮翁讲啊，我唔敢。结果嘞，阮翁自从娶伊，我敢若听着伊咧喊救人啦，哈？啊，你敢着？我是要叫伊，阮囝娶你来奉胎呢，哈？你即马当作你来，你来遮做观世音菩萨，我就来甲你奉胎啊！你是对唔对啊？哈？今日大项代志就袂晓做啦，提一个伊啊，提一个伊就袂晓。嘿嘿嘿嘿嘿。